学生阿仁在放学后去公园玩到傍晚，天色也逐渐昏暗，公园里已经没有其他小朋友。这个时候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场所玩，容易变成坏人盯上的目标。近年来发生的社会随机杀人事件是没有目的的随机挑选、随机杀人的犯罪行为。这些案件大部分是针对年幼的孩子，多数嫌犯都认为孩童比较容易下手。各个学校也提高警戒，加强进出管制，更极力推广校园安全宣导，告知学生有哪些校园死角或校外附近哪些阴暗小路，尽量避免前往那些危险地带，需加强巡逻。在这个日益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来说，有时最安全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这集影片就是要让同学们了解，平时不管在校园或是在外面，要如何保护自己生命安全。2012年12月，国小五年级的方姓男童与李姓男童在台南市金华路汤姆熊欢乐世界打电动，但却遭到曾姓男子以游戏卡诱骗方童到厕所，随后竟杀害方童。2015年5月29日下午，龚姓男子翻越国小后门围墙，见到落单的8岁女童后，随即持刀杀害，女童当场倒地后死亡。2016年3月28日上午，4岁的刘姓女童小灯泡与母亲出门，准备前往西湖捷运站迎接外祖父，不料骑脚踏车行经附近时，却遭尾随在后的王姓男子持刀砍杀女童，导致身亡。不要单独前往或滞留在公共场所，见到有奇怪行为的人应迅速离开现场，这两项危机意识请同学们一定要养成习惯，因为有人同行、有人陪伴，就会增加歹徒的顾虑。因为避开与有异样的人同在一个场所，便可降低危险或伤害发生。出门时可携带哨子或是任何能发出较大声响引起他人注意的物品。同
同学们平时外出应随时注意周遭环境变化，多留意监视器的位置，避免晚上时间独自外出，缩短在公共场所逗留。万一遭遇突发状况，倘若附近有便利商店，可立刻进入商店向店员求救，还能调阅监视器画面以求自保。不管是男同学或女同学，都要尽量避免到阴暗无人的巷弄道路，能走热闹的道路就尽量选择人多热闹的道路行走。在路上时也多注意有没有人跟踪，或是一直以不寻常的眼光观察注视着你，这些都是平常需培养的小习惯，从小处多留意，保护自身安全。同学们，如果遇到危险状况时应该如何自保？以下五项自救招式你一定要知道。第一是，就是遇到紧急状况赶快跑，远离危险。如果未能及时逃跑，试着发出较大声响引起他人注意，进而求助。第二是，用随身携带的东西保护身体重要脆弱部位，例如雨伞、包包、笔电，等待警察赶到。第三是，使用周遭的物品抵挡，例如灭火器、铁架、硬物，设法争取保命时间，但不要轻易丢向对方。第四是，寻找周边的人协助，同心合力帮忙化解危险。第五是，如果没有致命的急迫性，先报警，手机拨打110，如搭乘捷运，则车厢内有求救铃。面对现今多变的社会，我们应该做好更多自我保护的防御工作。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但安全始终是回家唯一的路。若不幸遇上了危险状况，切勿惊慌而自乱手脚，唯有冷静才能自保求生。